家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破风的主创登台，欢迎林超贤导演、崔始源、王珞丹、彭于晏、陈嘉乐、窦骁、欧阳娜娜，欢迎各位。同时也请电影机前的观众赶紧拿起手机摇一摇，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红包。欢迎欢迎各位主创。林超贤导演您好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气氛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屏幕，第一次，对啊，大屏幕还没开过，感觉很震撼吧？真的。其实我们观众即将在电影院里感受您的这个电影，也是这样的震撼啊。其实想先跟珞丹聊聊，因为之前看了爱情版的预告片，感觉王珞丹很纠结呀、啊，是吧？一边彭于晏，一边是窦骁，最后选谁了？做了决定没有？想要知道最终选择谁，还是要等到8月7号电影上映的时候，然后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。但实际上，因为这戏里两个角色，窦骁他选这个角色是控风手，那他可能是比较会给女孩子安全感，懵了，可能是挡风的。那艾莉呢？她饰演这个角色是冲线手，会比较热情洋溢。我觉得应该。所有的姑娘在我们的戏里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喜好的另外一半，包括许愿欧巴。许愿欧巴，对，一个是破风手，一个是冲线手。这样，窦骁和我们的这个彭于晏，你们两个人也说一说，说一说这种又爱又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，在这个电影当中。这部戏我们拍摄下来，其实是经历了5个多月的拍摄，拍摄了7个地方。那总共骑乘是117,900公里，我没记错的话。那我们这一部戏拍下来，我觉得大家像非常像一个家庭，大家庭。对，然后呢，跟我的一帮车手们都像非常经历过战争的战友。对，感情都不一样了。彭于晏也跟我们说说。啊，其实我在戏里面呢，刚刚大家提到爱情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我们还有就是兄弟情。因为我们其实单车呢，讲到破风，大家可能不熟悉。我们刚刚走出来，大家看似很乱的阵型，其实就是一个破风的阵型。大家有发现吗？没有，也没有关系。8月7号到电影院，大家就了解破风的意思。那我们在戏里面的每一个车手都有自己的位置。梦想就是有冲线手可以拿到冠军，但是在一个团队里面，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。就是做运动的行业里面，或是各样的像办公室啊。做那个报告啊，永远都是会有一个人领奖，但是一个团队还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兄弟情，会争吵，会打架，但是最后还是会有一条共同追梦的气。所以暑假呢，8月7号，请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《破风》，谢谢。好，讲完了，谢谢。这样，我们也请从韩国远道而来的崔始源，我们的欧巴，给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受。大家好，我是崔始源。说说此刻的心情。现在很开心和荣幸，我现在在这很荣幸，我们一起这次的一起工作，所以我想说，希望大家多支持，喜欢我的电影《破风》。你看这翻译是摆设吗？完全不需要嘛，他现在中文已经这么棒了，为这个中文我们也鼓掌。回家一下，没事，开玩笑。你真的很棒。另外两位也分别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吧。觉得《破风》真的是一个非常青春热血的一部电影，希望大家多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嘉乐。破风有很多我们的血和泪，所以一定要去戏院支持我们破风。好，这样，那现在到了拉票的环节了。我们这几位主创颜值这么高，是不是应该为我们充分展示一下拉票的诚意呀、啊？对不对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拉拉票吧？导演组织大家拉票。导演也是型男。一起。因为。我们拍这个电影，确实他们每一天都发生意外，他们身上都现在都充满那个电影的疤痕，所以大家要看他们的疤痕的话，一定要来电影里面支持他们，谢谢。其实电影拍摄时候的疤痕就成了现在的勋章了。那我们一起去电影院支持破风。再说一下影片上映的日期。
过风，几月几号上映？2月7号。要去哪里？好、啊，谢谢。之后好，谢谢谢谢。同时，我们今天还有礼物要放送给大家，我们要送的是我们的主创亲自挑选的破风版限量自行车，还有运动手环，还有骑行眼镜。那么送礼物的方式就是，我们的主创要把花抛向我们的观众，接到花的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礼物。哎，现在展示臂力的时候到了，扔远一点。招手，哈哈，来这边。哇，巨星们，对呀，好，拿到我们这个花的观众都非常非常的幸运了，所以一定要别忘了到我们后台领取礼物。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破风的全体主创，谢谢几位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部充满青春激情、充满正能量的好电影。8月7号，大家到电影院支持破风，谢谢。谢谢。其实呢，现在很多。